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我觉得我要预备好退路。That thing is huge and built to fight.我在想，这上面不知道行不行，躲过他。如果他追击的话，我跑来这个洞，他会不会钻不过去之类的？还是我太天真了？啊，有族人，我拉他们一起好了。我同意他是靠谱，抗议的部分是硬 A 派还是傲娇的部分？都抗议啦，都抗议，通通抗议。雷霆家就靠你们喽！好，你们就在这边等我。对，然后我等一下。雷霆啊，再带回来。如果我打不赢的话，都看的话，我才不是什么傲娇呢，至少应该要这样说吧。我偏不要，我偏不要，什么死不承认派？看这动作，火线猎杀的主角竟然不能跳动，不能哦。突然跳动有点感觉弱弱的，我先看看这高处能不能让我安全的对付他。哎，丢不到吗？不过他有踪迹是往这边的，我相信他应该会有远距攻击，应该没有这么容易。我还是可以多一个机会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是什么？雷射吗？哇嘞！500多好像很痛，他爬上来了。哦，我打不好他什么？他还可以放小只的。
说什么不要，其实不是已经说了吗？那是在念你的留言好不好？什么自己知道就好。哦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觉得这个困难程度有点高，因为他不是这么容易用这个球可以命中。Andy，你刚过来干嘛？我在想着怎么对付雷霆啊！你在那边搅局。搅局，很会搅局的。根本不能一击必杀，竟然会觉得像黑魂。黑魂我也可以撑一下吧，印象中我记得我可以撑一下啊，还没有装可爱嘞。再试试看。好，冰到了，冰到了，装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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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搅局的，不要搅局的 ，OK。走开，走开。爬，我爬。啊！我是猎物。打爆！好，喝个水，喝个水，喝个水。哦，
开了，冰开了，很好。三号、哦。OK， 又塞下他一个东西。三分之一咯，三分之一咯，有希望咯。看来千鸟不太习惯冰冻魔法，应该要用最擅长的雷魔法。可是他是怕冰的呢。用雷应该不太有效吧？我看他是不是抗雷？对啊，他强项抗雷，他都叫雷金牙了，抗雷还蛮合理的。哦，痛！哦，倒地，赞！看能不能射中他眼睛。别动啊，别站起来，别这么快。哦，爽，爽！我打败你了，雷霆牙。Hardy little plant, you'll help. 超赞的，好大只哦！58超红线圈，38撕裂线圈。全部带走啦！雷霆呀，我打败你了，耶、yeah ！我才最近更新的这个。可以这样，你那个嘞？哇！我打败你了，雷霆牙！不过我刚刚有打掉他不少零件，要去捡一下，说不定还有好东西。最近这么大一只，弓箭手啊，他死掉了。Sorry， 我没有办法拯救你。好像没有看到零件，好中二的姿势。我们的萤火快到了，又是闪电音还是什么闪光音？那边好像游乐园哦，有没有这样觉得？那边的遗迹，我觉得好像游乐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那个有点像云霄飞车吧。Need them soon enough。我觉得我有点搞不清楚方向了耶，我现在是穿越了整个峡谷吗？我们的日向塔是在那边吗？好像也不太像耶、欸、有点迷失方向了。
当初都看到这个闪电鹰在飞。我们快到了。你看，装两只好了，两只说不定可以秒杀他。果然，哎，还有一只。好，这一只不是什么困难的怪兽。找一只牛来骑，这附近有吗？我刚刚有抓到一只，可是我没有骑。我等一下有看到来抓。熟练度有回复了，OK 的。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